这个地方非常的明亮又干净，东京。然后今天是3月18号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看这半年我存了什么地方可以去走走逛逛啊，吃个好吃的东西。我们终于要来吃晚餐了。我在台北订的一个餐厅。我来了，第二道是生鱼片。哦，我觉得它这个慢速的这个好适合我介绍食物。是什么马铃薯啊？外面是什么包住？有一个好吃的酱，没错没错。嘿，很漂亮。哦，这个是关东煮，这是笋子，然后萝卜，跟这个那个叫什么菜，突然想不到名字。那太耐人寻味，到底为什么？刚刚给我们看胡跳跳的鱼，接下来上的是 beef days。哦，耶，他要把鱼，是生的，生的。哇，什么意思？所以他，啊？哦，啊！跳走了、amazing。 因为如果是汤的话可能会晕在里面，结果他叫我直接喝下去，而且他活跳跳活力好足哦，他还做了一个俏皮的动作说喝下去。我觉得你不能看他呀，你不能看他，等一下他们在看我耶、你这样看杯鱼，我不要，我知道，我刚才看他，而且我发现他有两个眼睛，有一个笑脸。刚刚一阵慌乱之中，赶快吃了下一道，然后忘记拍了，因为毕竟我刚刚那个身心受创，我要回家还要休假。老板刚刚问我们说，可以喝清酒吗？可以喝 sake 吗？怎么这么满 ？Thank you。这个什么？哇！哦，它变色了，它变成粉红色的樱花，哎，哇！哇，这是我们第一个饭店，在东京可以住到这么大的饭店，算是我捡到便宜，然后也非常的幸运。重点是，天哪，它有一个快木的浴缸，哇，不敢相信，而且这个浴缸超大，好棒哦，房间里就有这个。然后它算是我捡到宝，因为可能有人取消我什么的，然后前几天突然，因为之前存了很久，然后一晚上10000多块，然后突然在前几天，就是原本都没有空房了，然后突然出现空房，然后一个晚上都要6000-7000块。我们现在要去一家 Jenny 吃过的寿司，然后在六本木。重点是我本人已经要去吃第四次哦，哇，老客户哎，没想到我爱的寿司居然 Jenny 就去吃过了。寿司通就在这边，到了，哦，怀念的那个寿司通。然后寿司通还有点维持的，这是熟悉的冰箱，它后面也是冰箱。他说日文叫康巴奇。看吧，去。上面绿色的柠檬皮超好吃，感觉是很珍贵的食物。刀工也是很厉害。
there's none. Thank you. What is that?哇，这盒好漂亮啊！这道是烤鳗鱼。我最爱之一，除了你之外，我最喜欢这个玉子烧。每次结尾的玉子烧，他们都是用。去打的，超好面的，还是苦丁吗？冰淇淋，这里就是表参道南青山的部分，每次来这里都会觉得很幸福。我们来拍穿搭咯，在南青山，耶、yeah! ！从那个南青山走过来，然后刚刚欣赏一些漂亮的树枝之后，来到空二，后来进去里面看看有没有一些戒指或者是项链。你看它这个篮筐，它篮筐是空二的链子，很可爱。而且上一次 Jenny 也有来这里哦，硬要补充。这边也有一间南青山的 Labo， 然后带了空瓶，然后就可以 refill， 然后折好像是5000块日币吧。还是超过，我有点忘记了，好像更多。哎，进去瞧一瞧。refill 的价钱，然后因为我是大瓶，然后它就变成55800日币。目前它原价是69800，所以省了，数学好差哦，56789是14000日币。来到南京上，每次都会来买的团子店，一个是辣妹。结果我只买到最终饼，因为酱油团子卖完了 ，so sad。不然明后天再来好了。逛这间 Super A Market， 然后每次都会来二楼看一下这里的香氛，可以看一下日本现在大家喜欢的香氛品牌马系列 ，Pharma Nonfiction。嗯，还有很多耶，闻到这个线香味道超香的，这个牌子也是我不认识的日牌，很香耶，而且它很便宜哦，台币才600多块。舒服的味道，木质调的。搭车来这边西马路这边，然后吃一个叫 House 的法餐，在这里的4楼，去看看。嗨，餐厅超级可爱，然后因为我定位，他居然写了这个，很可爱。Have a good time, thank you， 而且还写我的名字拼。这是第一道，这才算是很厉害，因为这里很暗，暗到不行，可是很清楚哎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然后这是今天的菜单。有龟软，龟软，嗯，非常好，嗯，好干，那个米饼酥酥的，一只米汤。我看菜单的时候很期待，因为还有 mozzarella cheese， 然后草莓跟番茄都是我喜欢的东西。就来居然是长这样，超可爱的。然后他说是要用汤叉子把它搓下去，然后搅拌之后一起吃。手滑，嗯，天哪，这我可以吃三份，这个很不错，嗯，它上面这个
吗？我发现这一道看起来也完全是我喜欢的菜，因为是茭白笋。虽然说奶类我就是爱吃又爱过敏，这一道是鱼。然后我刚刚就跟他说想要一杯白酒，他就说嗯，那我选推荐你一个搭配这道菜的白酒。迅速大概10秒内帮我倒这一杯酒，超快的。他想说我要做搭配的。豆豆，绿色豆豆，那个豌豆，豌豆。绿色豆豆算是算大众爱的东西吗？不对，因为三色豆不是算是大家不爱的东西。这是我们的主餐，有肉，但是它是红萝卜酱，晃悠晃悠晃悠。这是饭。它真是很日式的法餐，因为最后还是出现了腐饭，只是它的食材是法式的东西，很酷。我跟你们说各位，因为呢我们昨天真的睡得非常少，我们是5、6、7、8，我睡3、4个小时，大概7点多的时候突然就是睡到一半，我就突然超想吐了，然后我就冲去厕所吐了，可是吐我只吐了水跟几个不太好消化的那种海带丝之类，就没有吐食物，也没有吐鱼，有啦一点点酒，有酒的味道，所以我想说是因为我喝太多酒混酒，还是那个鱼让我呕吐了呢？你是心理作用让你呕吐，超级想吐了呢，就是很平常在台北喝醉酒的味道，所以是鱼吧，我还在说你两次。点来喽，是布丁加冰淇淋，然后是蜂蜜口味的，然后布丁是那个奶酪的意思，因为它是鲜奶布丁。哎，大家，我又大素颜啊！我来分享我带来什么保养。首先，这个面膜 ，Care 的面膜，这个超好用，之前我团购过，然后跟大家介绍过它有神经酰胺，这个是那个 Pola 的那个精华。它的效用很好，就是脸颊有点干，然后我擦它整个就是很润泽，我觉得它算是全方位精华，单价有点高，所以我不一定会每天用，因为我有点舍不得用它。这个乳液在那个 iHerb 的那一集有跟大家介绍说 iHerb 上也有可以卖保养品的，我跟 Esther 都蛮喜欢这个乳液的，之前去看皮肤科，皮肤科医师推荐我用这个，因为他说敏感肌很适合用它，可以修复肌肤，然后用了我就觉得蛮喜欢的，然后很适合带出国，因为出国有时候皮肤会泛红干燥的时候就可以急救，是超棒的，好好用。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敏感肌，然后擦全脸哇完全没事，然后皮肤还变更亮这样，然后还可以让我的痘疤变淡，然后我觉得好赞。我觉得它是给像我一样肌肤比较脆弱的人的 A 醇啊，就是 我自己觉得很有效，但别人不一定觉得有效，但我就是蛮推荐 Innisfree 的，因为它就是像我这种敏感肌可以用的 A 醇，然后不会太强，用起来效用也很不错。体香剂，我从小到大就习惯用体香剂在腋下，然后因为这个味道也是木质草本调，它不会影响我的所有木质调的香水，所以我就会搭配它。刚刚罗伊在放，他已经放那个 Serenity 放了两个晚上，害我整个脑袋都是 Serenity 的声音。我如果在家敷面膜的时候，我会用那个美容仪，然后加强这样，在上面特别拉拉这样。可是在外面我就没带美容仪，然后就会用手这样按。我的话就会有效，好像这样转圈。我觉得你们也是很妙，就每次不是素颜啊，丑的要死啊，然后就是早上水肿，要不然就是我现在敷着面膜说话，然后你们都还是继续愿意看这个影片。毕竟我做模特十几年了，只有在 YouTube 里面可以让大家看到真实的我。Love you。谁会在敷面膜时候比爱心呢？嗨，大家早安。我们已经在准备要拍照了，你看现在这树影，天气真好，但是很冷。
个阳光很大，可是怎么超级冷，冷到不行哎、欸！下风下风，路人的奶奶穿非常厚的羽绒衣，她很困惑的看着我，想说怎么还季节不一样？对啊，还在露肚子。说来吃这个银座八五拉面很有名，然后它十一点开，然后我们十一点走过来，然后现在是十一点十分，卖完了耶！我傻眼，十分钟而已。刚呢，就是去银座八五扑空之后，我们就又走了一段路，到一个我之前存也是存在 Google Map 上一个日本早餐店，超可爱，给你看看长这样，叫道爷。那银座道业是不能路过进去，所以你一定要在线上预约。然后我们就发现对面有人在排队，就很多人在排队，是个天妇罗。还有中文菜单，好想吃那个三只虾的。来了来了，哇，好可爱啊！看起来很好吃哦。好烫，很烫，但超好吃。很好的。来到 Dover 了，这一期的那个橱窗是 Le Row， 很酷，因为平常大家都会在大象附近装饰一些东西，或者放一些衣服或什么展示，他只放一个地毯呢，真的是 Le Row 的极简风，他把那个 Le Row 的精神就是直接发挥在这个橱窗里。逛到这个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的日本设计师品牌 Mame， 然后他这一期超酷的，它的那个压纹是压在布的上面，是立体的压纹，然后有花，这是郁金香，然后它压在丹宁上面，压在牛仔布上，好漂亮。然后这是妈咪经典的那个包包，透明包。逛完差不多，我们下一个行程是去伊势丹好了。这花好大一丛，我们走进过一个咖啡，因为实在太困太想睡了，然后我们两个受不了了。我刚刚在想我点的是日晒吗？对，没错， natural 就是日晒，他把每一种的那个分成四个阶段，比如说 berry 的味道好了，就一点点分一点点。哦，你的还有 berry 的味道，我的没有，我的有花香，哦，我的完全没有甜味，很专业耶。那这是他请我们吃喝的，请我们吃喝这个是今日的那个吗？嗯，这是什么？就是那个，它也是日晒的豆子哦。这边还有洗吗？那个水洗、蜜处理、日晒，然后它这个 special 不知道是什么，厉害的手冲。对，你看我的荧幕，真的耶，你的光很赞。高手小外，不会。我们走到银座的爱马仕。现在上面有点阳光，好漂亮啊！大家有看到吗？上面有个骑马的人。来到伊势丹，然后刚从地下室就人很多，就直接先搭电梯上来二楼。又来到了 STA， 然后想说再来捕获个盘子或碗好了，毕竟我上次打破了一个碗，想说可以再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他在帮我包装。然后觉得他的卫衣好可爱，好像好想来一件，但他一定是店员才能穿的，可爱哦。后面那一排贴纸也很可爱。
我们刚刚在女装那边逛一逛，然后来这个联通口中间休息一下。我等一下去逛男装，然后罗拉在这里等我，因为他已经快睡着了。因为我刚刚真的饿到血糖太低，然后就点了这个 fancy 的舒芙蕾，它是舒芙蕾哦，只是它把它卷起来。刚切下去被那个空气感吓到。好空气。我们来吃寿喜烧，银座十，这不知道是不是念十。第一道先上，他帮我们就是煮 sukiyaki， 第一道上的是和牛 A5 和牛加乌米，看起来很好吃耶。下一道是这个蟹味噌，它就是蟹膏加味噌酱，然后再一点蟹肉，然后拌在一起吃，这样比寿喜烧的锅子也上。我们的肉上了油花非常的丰厚的 A5 和牛，谢谢。Thank you。这白饭，它破，它的套餐里面没有饭。朱密富士山，哇，好吃！以后经常，谢谢，经常来吃。哇，我们现在在千鸟渊公园，就是看了小红书上的人就说什么，这里可以看樱花了。